很感谢这一段奇妙的旅程，感觉就像一场梦，觉得真实经验。但我想你们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。紧张吗？我们每一次坐在这，这一天紧张。哦，头发是不是用头？是的，兴奋紧张头。要上热搜，热搜。来，行，谢谢，请坐。希望你今天。五八，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规则。这几天大家，所以特意为大家准备了放松时间。胖胖，你应该不用穿吧？来，给我打是吧？我们先说一个，我真的想摸哈啤酒肚，可爱了。你的腿很短哎。我比人家细多了，我第一次觉得我腿细哎，我要哭了。我看不到我的腿。谁啊？这个脸都不给一个，好可怜。那谁？这样怎么玩啦？有挡进吗？这个连脸都不给一个，露不出来。谁给他挑的衣服啊 ？P 个特效什么？以后长进行吗？哎，换差不多哎。好看吗？起来。太好笑了。腿也太短了。这是我人生身材的巅峰。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！我的爆了吧？我的爆！我赢了吗？牛了，牛了，牛了！非常牛，牛！不服气吗？服气！那我再比！来吧！你跑起来！大家游戏继续。这个没有办法。我想进被顶了，帅帅帅帅！又爆了一个，好可爱。这不行，太让我失望了，让我失望了。我一个第一轮就淘汰掉，掐掉。什么组？漂亮，小鬼。很感人，什么？你到时候你为什么会哭？大腿！真凶啊！真凶啊！真凶啊！感觉就很凶。又是我第一次人，每人获得50000票的奖励。我们来看看，听听。两亿，2000多万。这次。这是5亿吗？没有，这次只有少啊！不是只能2票吗？应该会更少，而且35个人。真的？不是我的，我心里有 balance。5万票有点……哦，这5万票，哎，3个这边3个非常 OK。来自觉醒东方练习生，勤奋。奋哥，恭喜！我上一百，我上一百，我上一百。拥有着迷人的微笑。那就我啊，我有小酒窝。你觉得会是哪个公司？香蕉娱乐的。好，他来自香蕉娱乐。哇！林昌泽。哇！那谁会进前九呢？还有3个名额进球。他共获得来自全民制作人投出的2410000。Fireworking。Yes。他是来自香蕉娱乐吗？哎，就是香蕉娱乐，别这样吗？你答对了，你答对了。什么美眉？哦。没准备来一个，好冷啊！下一位，门在那里。穿了一身帅气的西装，哎，一直都梳上去啊！发型。懵了，小家伙懵了。然后，又合作以后，其实我发现我当时的那个想法非常的幼稚。265万，共获得来自全民制作人的。
他来自香蕉娱乐吧，听不到，你再说一遍。香蕉娱乐感叹号，再说一遍，是香蕉娱乐，恭喜有长进。刘老师，他是来自香蕉娱乐，香蕉娱乐，香蕉娱乐，香蕉娱乐的练习生有掌劲。刘老师好棒，刘老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有掌劲，来自香蕉娱乐。刚刚有听到之前的在上面的朋友，就是说刚来到这个场地的时候，就跟大家都是很不熟的一个状态，就想了一些事情，然后就想到其实一开始呢来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，其实没有想到，当然会有想要进到总决赛的那个心情，那时候可能就觉得哦，就是还是离自己比较远的，然后现在一步一步走到现在，然后可以进到前九，然后第八名的位置，然后就觉得就很想说自己做到了，然后想跟所有有选择支持我的全民制作人们，然后你们辛苦了。要说的张静没有了，恭喜你，谢谢 PD， 希望你继续努力，去到你的座位，有请。别吃了，别这么端庄。女孩是朝着我的梦想前进。 Nice bro， yeah。 他们有说你是洗澡战士，是为什么？哦，洗澡战士我真的很厉害哦，洗澡的时候我基本上我五分钟内就可以搞定。wow。 像这一点林彦俊真的很浮夸，我跟这里所有人都很熟，除了小狗一句话都没有说过，感觉就很凶，然后就不敢跟他说话，然后你就问他是到底私底下是不是很凶的一个人还是怎么样，你就帮我问一下。是陈震吧，陈震好像是新发色。欢迎陈震，去吧宝贝球。然后我也慢慢的又让我有一个在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好。我也是有点紧，确定不是胖了吗？抱歉抱歉抱歉，对不起。加油加油，我回家我会给你们三个挨个比，出了字体的诠释。直播对现场要求，对 live 要求特别高。直播这两个字摆出来了，大家就可能会去怕它。播投票通道关闭清杯，个人偏向 is ok， 喜欢前奏来就很喜欢，就很重我选择一起。有请第二十名的练习。我想像这样每天出现在你眼前，我想每天送你好多好多礼物，我想每天在你耳边唱一遍。现在就快加入IQiyi VIP 会员，独享高清画质和杜比环绕音，还有每天免费的会员服务。我们在IQiyi VIP